现场朋友，单身的在哪里？晚上自己一个人睡的在哪里？觉得空虚、寂寞、折腾冷的在哪里？那我们送你这个东西好不好？让你晚上不孤单，有东西可以抱着睡。这个触感还蛮好的。跟本人一样吗？跟本人一样，本人更好吗？现场朋友想要拿到吗？ 举手踊跃一点，好不好？热情一点，做得到吗？好，那接下来换我们第二位嘉宾，请骰子哥出场。骰子哥，出不来。骰子哥，出不来。骰子哥闹脾气是不是？怎样啊？骰子哥出来了。好，这个游戏很简单，就是等下四位好朋友们选一位参赛者上来，那你就是跟他比大或者比小。 赢的话你就可以得到那个抱枕。嗯，这边要提醒大家，通常跟我比大都会输，所以可以比小。所以可以比小。对，如果他们不介意的话。对，不介意的话可以比小，好不好？虽然我都是喜欢比大，对不对？好，这里你有帮我们看一下，等一下最热情的才去选他，好不好？最热情的。对，最热情。我感觉没有吃过，没有吃过。对。 还是我们等一下是要甩到一样的数字才有礼物？这可能太难。现场朋友，还有人想上来玩的吗？想上来的，我跟你们讲，等一下举手的时候，举手的时候有创意一点，好不好？让思维想看到你们，好不好？ 再一次跟各位提醒一下，你拿到的礼物是抱枕，不要签完名就很开心的下去，记得来这边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拿枕芯。好，谢谢。 好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还有谁想？好，这个抱枕。 除了有西班牙的签名签名之外，还会有唇印在上面，哇，让你晚上抱枕的时候都可以闻到香香的。好，接下来跟着我们正前方摄影大哥。 右手边的朋友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右手边的朋友，他们没什么福利耶，欸、奇怪，为什么？最后一天大家都没什么福利，特别多，明明最后一天礼物又特别多，福利也特别多。哎、欸，我再问一个，就是真的有在看我的动态才会知道的好。 我觉得一定要问这个，不然呢？对啊，等下上来甩一甩，要抱着拿回去，哎，谁？谁拿会？然后放在那里？对，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。要真的喜欢你的，送给他才有意义，好不好？对对对。那我问一个比较难的，不知道会有人知道。请问一下，石贝亚是什么星座的？一、二、三，有人知道？后面有一个人知道。什么星座？水瓶座，对对对。好，这是你的答案，往台上移动。对。
这叫真的有在 follow 才知道。对，这个是。现场加满一个香吻。哎，现场加满一个香吻，你们的尖叫声在哪里？不会，你们会觉得尴尬吗？会觉得尴尬就不要上来啊！不会吧，对不对？会尴尬吗？对不对？飞机杯都会买的，这有什么尴尬的，对不对？来，那我们选一位，你什么样觉得能够拥有这个的？我再来问一个。观看，请参与我们的赞助计划，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掌握最新影片动态。所有影片版权所有禁止上传中国网站。Thanks for watching. Please participate in our sponsorship program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. All video copyrights reserved. Uploading PRC websites is prohibited.